吧，今天玩首天女神联盟，这为什么有女神联盟啊？先把我们的奖励给一样给找回来。好，因为我们这边也看不到我们主线是什么、啊，因为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去把任务解完。哎，操！超爽的，我们现在可以先领取就对了，这名字是什么？女神代言奖励，所以剩什么？今生生的世上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先把那个讲一讲啊？对啊，我觉得公司游戏的伙伴，我们就可以讲很久了。老实说，是不是先学？觉得说先不要接受精灵的部分，作息先搞出来，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去做的。他真的很美啊，最近真的就那么美，他就是送我来这边可以进化他，然后这边可以合成一下哈，那合成之后你是不是也可以再培养，再做一个进化？那其实我还蛮想讲情侣坐骑的啦，但是我先把幻化讲完好不好？那幻化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安妮阿维什么时候送我的？好，那我们一直在体验。怎么取得、啊？哇！啊，它是亮个毛哦，我就没有咩。我就没有哦，我坐骑好多、哦，天哪！唬你啊，唬你啊！哇哦！大家都傻眼喽！来，我们先养这一只魔鬼鱼，魔鬼哎、欸，不要再解了啦！我可以笑啊！不要再解了，不要再解了。来魔鬼鱼，魔鬼鱼，主线我真的要把你关了。好，那你看这边就那一个送蓝龙，他时光是送这一只，我就觉得这些很 OP 啊。修贵乎你啊吧，我不知道他已经出了那么多了，他以前没有那么多啊。但大魔鬼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魔鬼的部分，太扯了。